剑客，唐·贾岛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据说当年长安有令，禁止和尚午后外出。贾岛呢，就写了一首诗发牢骚，被韩愈发现了他的才华，并成为苦吟诗人。后来受教于韩愈，还俗参加科举考试。不过他天真的认为，凭着自己的才学一定能考上。当他进入考场，拿起笔就写了一首《病蝉》，大意是说什么黄雀乌鸦都想害蝉，结果他被认为是无才之人不得采用，还落了一个考场十恶的坏名声。原来这首诗得罪了有权势的人，无可奈何，贾岛只好写下《剑客》来抒发胸臆。诗的大意是十年辛苦劳作磨出了一把利剑，剑刃寒光闪烁，只是未试锋芒。如今取出给您一看，谁有不平之事，不妨告诉我吧。剑客，唐·贾岛。十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Thank you.